哎呦，外面是阴天呢。阴天也要早上好。先贴一个早安面膜，清醒一下。你看我这段时间在用的这个，感觉还不错耶。我这瓶 DW 要空瓶了，我的妈呀！用粉底液的速度跟吃粉底液一样。每天特别喜欢这个拍拍拍的过程，觉得贼爽。定个妆，很像冒烟一样。我打了这个额头，我发现我现在是另外一个人。啥时候才能变回原来的我？新买的腮红。好了，这个妆容呢就完成了。现在准备穿毛衣出门，珍惜上海最后的几天能单穿毛衣出门的日子。还是老朋友。这个贝果我能吃一辈子。中午吃叫花鸡。蛋白质丰富，营养又不长胖。下班了，今天下了一天的雨。不买带伞的人今天真的好幸运啊！早上上班的时候没有下，下班的时候雨又停了。回家家。今天本人的晚饭，一个玉米，还有一个鸡蛋。为了配合减肥，我还自己买了这个，然后朋友送了我这个，也不知道哪个好使，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心理安慰吧。我太爱吃玉米了，茶叶蛋也好好吃，这就是今天晚餐10块钱带给我的快乐。嗯，你看我这两撮头发，这样看我不就是跟个男人没有区别吗？帅不帅？太牛了，姐妹们！我刚刚洗澡之前称体重，我瘦了，我比早上瘦了0.8斤，而且我每天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会比前一天晚上瘦个1到2斤的样子，所以明天早上还会瘦。今天这个饮食就是很有效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晚安。